完美。啊，蚊子，拜拜。魔宫反正真的可以啊。我个人啊，我个人昨天玩悟空反正被打爆，然后玩魔宫反正跟鬼一样，不信看我单机啊，悟空被掏爆，魔宫跟鬼一样，来啊，魔宫反正这个推荐方案我是超大神的，第一个照用，然后魔文奥义也是超大神的，你们自己看，魔文给你们看一下哈，大神推荐，跟他一样，来，那我们魔宫反正。不是拿来打野的、啊，打边线 ，Go！ 没有，我没有去过人与人之间的连结、啊，我都在家里跟天堂连结，一天至少连结六个小时以上，到哦有一天最疯玩21个小时，啊呢，魔宫反正这真的不是什么邪教啊，我本来也觉得哇，魔宫反正就是烂啊，直到我昨天开始玩一把之后，哦，比悟空还猛啊，我们悟空讲究的我觉得是比较偏前中期。魔宫前中期还行，他还有后期看就知道了，真的。而且加上我有这个冰霜公爵的造型加分，虽然我个人不太推荐花很多钱去买造型，钱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，有多的钱再买点数。单冠王是吧？哎呀，这对面看来有两把刷子，还有恋人是吧？对面看来有三把刷子，啊有提米、啊、四把刷子，我也有这个甘蔗柠檬。我们也有两把刷子，来吧。首先买个鞋，买个鞋子，然后我们去中路偷吃他的兵。我们的E技能很痛、啊，我们是有魔穿的，不信吗？偷吃他的兵。490一发，这样不痛吗？很痛吧？哎，他这个图轮造型好帅，好想要。抖抖抖，想弄我？会不会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没有，我们在回中。别总想着全身而退。欸、我游戏声音是不是有点小声啊？还还还，哎呀，勾得好！哇，那个提米没有死啊，可恶！啊，回去回去回线上。但是我觉得哦，我们魔宫反正也不是撑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丢，也不是完全就是靠技能。是要穿插普攻的，各位观众，各位 AB body 哦 ，AB body，AB body 厉害 ，AB body 逮到了，你的无敌对我没用，啊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别在意，打回来就好，不要这么紧张 ，Allen， 我们刀不过，没关系。我们应该可以吃个这个，可以吃了，嗯，可以吃。OK， 我们现在0-2，但是不要紧。哎，抢哦！他完蛋，等我们这个死亡诅咒好，那小丑没得玩。我们死亡诅咒好了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哎，新年快乐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新年快乐。没关系。撤退，拉一个。欲速则不达。治愈是吧 ，Allen？ 有想法 ，Allen。拉一个吧 ，Allen， 拉得好，开他一枪，完美，可以。这提米是不是？哦，完了，不是，这提米不是。哎哎，膨胀了，
坑。然后我觉得哈，我们这个雷电体、雷电甲 S， 越早出越好。它这个装前期越早出越痛，而且它有魔法伤害，我们有魔穿，很棒，知道吗？在这边晃一下，抖抖抖抖抖，每一次就开他一枪，哎哎哎哎，我们的上位不好，这小子完蛋了，他居然还敢在这里嚣张，稀有实力，跟你讲他稳死，我们自己来，不要紧。神操作漂亮。好，我们来吃个兵，这个血量不要紧啊。神操作漂亮。是不是有人？不要走，我爱你。真的，好多人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上？哎呦！阴险。再拉一下，这边我们不碰撞，我们去中路帮葫芦。这个很凶啊，这个。哦，追不到，他跑好快啊！哎呀，不行哦，我觉得我要杀他、哦。我觉得你必须死了，皮呀、啊，啊，皮老板的弟弟是不是？皮老板弟弟，皮老板弟弟是什么？哎，小皮老板，好，老板你知道皮老板吗？皮老板就是那个美味蟹堡，皮老板，没死。没事，我们可以摸他。巅峰啊，巅峰排太久了啊。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求的是好好打起来爽的东西。那巅峰那排这么久，效益不高，你知道吗？排到了都睡着了。欲速则不达。哎，可以哦。我们伤害渐渐出来了哦。砰！下次。哎呀，他的爆发比我还高啊！没关系，不要紧，等我们那个皇冠出来，吓死你们！那个拉兹他刚刚前面凶我，我其实对他有点快跟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皮米也是，我们再忍一下，刀锋进了，跟上！砰！哎，我这个大招，晕一个，哎，拉兹，嘿嘿，魔攻凡身，其实我觉得他后期真的是猛，但是真的是他大绝不好蹲的，很多人后面都出那个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要爆发我们也是有，就像你看对面叶娜。不见了，懂吗？啊，知道吗？我们打人还是很痛的。来啊，我们来吃个账。他的后期真的是超恶，没有骗你们。天才会骗你们吗？我有说过谎吗？没有啊。他重点是，你看我这魔攻反正跟那个维拉一样，哦哟，可以指定晕，可以指定晕人。走，拜拜。把小丑给克爆了，你知道？他一定会来。来，我们一直按黄标。啊，好痛。嘿，他也死了。还行啊，我真的觉得哦，其实魔攻反正他跟正常的物攻反正比起来。他在中后期的发挥比悟空的还要好，这图人怎么这么猛？很可赞。我们伤害应该也不低吧？我们的伤害也有33%，我是觉得可以。我们参团也最高。像魔攻凡呢，他还有一个不错的要点，就是
指定晕眩，跟维拉一样，对吧？可以、啊，魔功反正真的大于悟空反正，我个人的觉得，我个人的感觉啊，感觉。